皮皮居然要小王子做挡箭牌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来来来，今天实力双人组上分行动开始了。皮皮同学，今年过年都去哪玩了？也没去哪儿，就在家躺了几天，顺带出去一趟。看样子跟我一样，都是躺家里摆烂。你个小咖啡，还敢跑我前面？去你丫的！太轻松了，没对手嘛。来，给我瞧瞧你的超级跳。 这有什么的，我一个手指头也可以。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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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！玩双排的，这里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我抓，直接给你加速干废掉。对了，你不是出去了吗？去哪儿了？去找我初恋。啊，那桃子，我跟他说去找你玩了，你别说出去。啊，你小子可真的是屡教不改，要我保密可以。 好处怎么说？来来来，扔中间，大家都是兄弟，好处少不了。这还差不多。跑什么跑？下去吧。滚！这咖啡看着真烦人，你也给我下去。再来。完犊子！叫你喜欢害人，这下好喽。我不管哦，要是这把你没拿下。 就等着桃子找你吧！个狗，人你是一点也不当。<笑>